跟进日本，台铁将禁止使用自拍棒。喜欢自拍，不管去哪里都行。喜欢自拍，就不会偷偷入境。一棒在手，自拍无穷。在台湾，自拍棒超夯的。但注意喽，继上个月日本 JR 电车宣布禁止旅客在月台使用自拍棒后，台湾也将跟进喽。因为手拿自拍棒拍照可能导致触电等意外发生之外，自拍棒还可能变成武器，不小心攻击到其他乘客。目前虽然只是劝导，但相关法令规范最快在年底出炉。其实早在国外，像是迪士尼乐园，自拍棒也被列为禁止使用，甚至有些餐厅也不喜欢客人使用自拍棒。不过别担心，三 C 达人有教，不能使用自拍棒，还是可以用其他辅助工具达到自拍目的，或是稍微练习一下。其实网络上做正妹也是很会自拍，拿起来然后往斜上，由斜上往下拍，这样子它的角度也会比较广。董新闻综合报道。他们都是苹果日报的爆料公民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每月两则爆料被采用，月领20000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0000元，现在就加入苹果爆料公民行列。